本落后是在我们接发球没有把握好，然后其实在后半的时候我们有暂停一次，然后把自己的接发先做好，然后发球做好的，然后才会逆转胜。对，其实第一局赢的时候是关键，因为如果输的话，其实我们二三局打起来是会很难，所以我们第一局大家有把发球跟接发有调整回来是不错的，因为而且其实是在压力中成长，因为其实我们在落后的话，其实我们压力会比较大，可是我们球员就是不怕吧，没有很紧张，以平常心去面对，所以才会逆转胜。能拿到冠军其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。其实我也没有常在学校练球，但我回去师大练球的时候，其实我还蛮高兴的，因为其他人都爬起来，也成长许多，所以我也很高兴的说，球员已经就是爬到一个就是还可以要求自己的部分，就其实还有地方我们还要去弥补，所以我回去还蛮开心。然后今天拿到这下胜利，我也很感谢老师，也很感谢球员，也很感谢支持我的球迷或者老师那些，我真的很感谢他们。